真的这样拿吗？你们真的要这样拿吗？好。哎呦，我是黄佑年。飞碟有个节目叫做 UFO Star 聊天室，没有主持人，所以我就找来我的朋友大宝 ，DABAO 大宝来一起聊天。刚刚聊了健身、存钱、股票。还有什么生活、女孩子、专辑最重要的？对对对，我的最新专辑叫做《Yo》，所以 UFO Star 聊天室本周六晚上6点要上线喽。嗯哼 ，Go Go。